欢迎光临。哎，魔王，又系你迟到喎、啊，排成排成，又系咁餐嚟噶啦，茶茶难叫菜啦。嚟嚟嚟，年年嘅套餐啊，都系依几味嘅，间间都话佢系正宗嘅喎，结果咪冇咩新创意。我哋年年 complain， 年年咪照食，咪食咗几廿年。近几年咧，竞争咧就大啦，四周围嘅菜单啊，几多新意啊！嗱，又叫菜送士啲啦，送 DVD 系嘛？有蒙古丝波炸鸡咧。I help you, you help me, you eat yourself buffet 套餐咧。唉，冇试过啦，味道都系麻麻地。喂，隔两间咧有呢个超级牛肉套餐，乱乱卖喎。系喎，听讲啲牛肉真系正哦，个老细啊，用肝都用牛喎。谂都俾你谂到真系，真系抵佢发嘅。不如而家我哋叫一个最 hot 嘅关丹生爱蒸咸鱼啦，好嘛？叫个文东跳河煎耳仔啦，再加一个大马拉鸡。咦，啱啦，靓女 captain 嚟，揾极都唔见你热门菜式嘅。各位老细。你哋正话讲嘅菜式，我哋厨师都唔了煮。呢、這个新年，不如试下我哋全新嘅菜式啊！唉，啲年菜好食难食都食咗几十年咯。就系咯，忽然间换菜单我，口味唔啱又自可，会唔会食咗身体不适又呕又屙噶？我哋注重口味清远，我哋嘅厨师做嘢手细摆，我哋嘅 waiter 捧菜唔晓偷食，我哋厨房嘅环境。亦好本事噶！呢个新年去旧换新，减减事。过新年，聚聚欢心，减减事，聚聚欢心，减减事。过新年，聚聚欢心，减减事。新年减减事。林北要最多功的黑沙律。林北哦，很怕麻烦的，不喜欢换来换去。林北用同一个 salon 哦，同一个 hair stylist， 还有剪同一个 hair style 哦，几十年了。那你怎么现在又想到要换新的 salon， 新的理发师啊？哼，那个 hair stylist 骗林北啊，林北西北不爽啊。桃毛对林北来讲西北重要啊，他收林北贵贵啊，林北从来没有跟他拿 discount 的。那你怎么现在又想到要换新的发型师呢？就是相信他咯，什么名牌 hairstylist， 我呸！火柴天公 Big Bobby 呀、啊，给我发现他哦，竟然用 cheap cheap 的药水帮林别垫头发，林别当他 BFF 啊，他当林别是 SFF 啊，啊 ，stupid friend forever 啊！哦，新年到了，我给你换个新的发型吧。啊？要咩？这个发型跟了林北几十年，换了我怕不安自己嘞。那你认为什么样的发型才最适合你啊？是啦，林北是觉得一成不变哦，很傲一下。可是那个死鬼 hair stylist 跟林北讲，叫林北不要改来改去，他讲 simple simple 哦，俺林北多一点哦。信我，最重要的还是要信你自己。啊，你很眼熟一下哦。哪里见过你啊？你应该不会骗人的。OK OK OK， 相信你。可是如果换了之后不安的话，不是死佛，不是死佛。哎呀，死就死了。哇！林老兄，早就应该换喽。过新年。去旧换新，赶赶事。过新年，去旧换新，赶赶事。去旧换新，赶赶事。过新年，去旧换新，赶赶事。新年赶赶事。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睇。麻奶犀利啊！呢、这个万年新春特别节目，唔讲你唔知，呢、这个万年认真犀利。除咗例牌嘅吉星、凶星、是非星之外，仲多咗屋架星、
石油升、電水費升，再加埋好少見嘅乜都升同亂禁升，就形成咗呢個千載難逢嘅一個大馬年啦。今期節目，我哋好榮幸嘅邀請到三位德高望重嘅高人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對呢一個大馬年嘅運程。首先要介紹嘅係最識睇風向同睇人面色、類傳發達嘅魏公公。唔好意思，應該叫魏哥哥才啱。叫我魏哥得噶啦，一句啫。我哋亦邀請到對寶石、時裝同風水擺設都極有心得嘅吉夫人，仲有對感情、家居同旅行嘅風水都極有學問同研究嘅炎炎師傅啦。無官一身輕啊！我哋知道百姓個個都話錢不夠用，唔知各位大師有咩高見呢？你们要谁？你们要听我讲啊！为什么我的马币会贬值？马百马百，嗯，百呀，被你叫了百啦，应该叫 ringgit ringgit ring ring 声 ring ring ring。Aku cinta pada ring。不过哈，我们的国家其实是非常好的，不过呢。这个赚钱嘛，养家实在是 not easy， 所以我们这些做人家太太的，我们就要急嘛。你的老公给你100块钱去打算买菜，你呢就用30块钱来买菜，另外的70块钱呢，你就急嘛在你的口袋。唉，所以说哈，这个鸡嘛鸡嘛，lama lama jadi， 是的咯 ，creative skit， 加的 diamond， 这个风水说哈 ，diamond 哦，你戴多多就会提升你这个财运，你的卡啦越大，你的财运就越顺咯。那如果我去旅游要去边，同时要注意啲乜嘢呢？这个一定要听我讲，一个大马旅游吗？我们要去哪里？当然是来大马啦，你知道吗？他刚刚当选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 No.6， 而且哦，还是整个亚洲唯一一个入选的国家呢。今年出门历南北，要旅游一定要向不同的大道。尤其是南北大道拜拜，你放下过路前，他就保你出门一路顺风。要不然你们可以去那个马六甲的机场街看看一下啦，不过要快啦，很快就没有了。阿伯爹呢，你们也可以去那个东马沙巴看一看，那边有海盗啊，又有绑架，还有这个机关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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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表演很刺激的。阿伯爹呢，也可以去那个佐贺看看那个壁画，那个转角遇见 Mr. Blumba， that one nice， that one nice。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嘛，讲啊，要早点去嘛，你看这样多可惜，多可惜。那家阵嘅治安咁唔好，相信我哋啲观众朋友都有兴趣知道点样可以保出入平安呢？喂，啊，今年就忌出街。所以無時無刻咧就冇客人出街啦。如果真係出街嘅話咧，千祈就唔好著得太過乾淨不捨。至於顏色方面咧，著多啲紅色，就唔好著黃衫啊、黃褲，因為凡係同黃色有關嘅嘢咧，都會惹上官非。嚴重嘅話，仲會有血光之災。你們哦，今年真的很 lucky 咯！開店做生意的朋友，我私人介紹你們一個。正在保平安的吉祥物就是铁架门一个了。有了这个铁架门哦，我跟你们讲，你们不用担心什么阿龙啊、飞仔啊、粉龙吧，通通都没问题啊。很多Ladies 们，你们一定一定要去买这个名牌包包。这个名牌包包越名牌越贵，越大只就越好了。如果拿起这个珐琅刀。这样砸下去的时候，你的名牌包包真皮来的吗？
可以救你一命哦。所以说，我喜欢买很多的名牌包包，就是因为我要来防身。我错怪你了。It's okay。嗱，屋企啲细路要聪明，要读书成绩好，有乜嘢提点啊？今年可有文昌星嘅当王，有一个大马年嘅照住嘅关系。有读书的朋友就有福气了，不用理什么华教、大米俄文教。沙杜马来西亚，沙杜巴哈斯。但系听讲我哋嘅教育水平，尤其啲大学咧，同往年比较起嚟，系好明显嘅下降。我跟你们讲哈，马来西亚的大学都不知道有多好。你看哦，我们的马大这块腹地，每一个学生都高大威猛又 fit， 而且啊，名字就有人你叫啦，牛高。马大吗？还有啊，我们的学校哦，在全世界排名第一，167，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 Malaysia Boy。呢个女士啊，如果啲细路好顽皮又唔听教嘅话，你哋有咩好嘅 tips 啊？嗯，这个我来。这个小朋友嘛，如果他们很加黑了哈，那等一下又要上街啦，等一下又要你堵轮啦。不要紧，因为呢这种事情只有5年才会发作一次的。那等他发作的时候呢，你给他一点糖果吃，他吃了甜甜的，他就点点咯。啊，如果呢他还不点点呢，这个更 easy 咯，我们就去这个江南咯，找这个江南嫂回来，那就省得了咯。也可以念这个咒语给他一个下马威。要稳定不要乱，要稳定不要乱，要稳定不要乱。掂啦！商场上打工或者系做老细嘅朋友，喺今年喺投资或者钱财方面有咩需要注意嘅咧？哈，这个问题非常好，你们要听我讲。今年要投资的朋友呢，就不要投资在那些 log 的地产。我算过来了，今年的忌星呢就在那个西北方，你们可以去那个纽约的曼哈顿看一看。那边的房子哦，风水 good and very cheap， 七间房的 apartment 啊，只是卖1亿而已，平到笑啦！我都买了几间给个衰仔啊 ，good choice。呢位观众喺呢个大马年入边，如果我哋想做啲买卖，但本钱又唔多，可以做啲乜嘢咧？冇本钱，你又想学你这种买卖啊？卖华，买华。怎么买的？要卖华就要入会，卖华工会违法衙门，入咗会就可以做义务仔女。做义务仔女哈，包你升官发财，不用做牛做马这样辛苦了。本钱又低，又冒风险，又高回酬，不做卖华做什么呢？啊，这位观众，你有什么问题吗？关于单身又或者是结了婚的朋友，他们今年的感情运又如何呢？这个我来讲到这个感情嘛，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在你这个约会、你这个结婚的地方、你这个房间、你这个很显眼的地方，你把它放一只大大只的马。这个马呢，不要金马，也不要这个木马，这个马呢，一定要用这个螺丝锁的马。哦，螺丝马。这个螺丝嘛，锁了你感情就会好。你看我，我的老公多么的爱我，你就知道了。还要记得，还要穿美美的睡衣哈。还有，要制造点浪漫的气场，还要再加上这个很美丽的衣服。各位，我哋嘅时间到啦，非常感谢我哋嘅嘉宾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出席今日嘅呢个节目。别啦啦，你们要信，你们要听。Yes! Yes! 哎呀呀 ！Yes！ 要稳定不要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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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稳定不要乱。在这新的一年里，我郭素庆一定会更用心、更努力的为人民出声出力。所有的不民主、不公正、不透明，请你放马过来。我季夫人在这马年祝大家赚多多的马币。来来来来来！听我讲，
打工的朋友呢，马上加薪，马上升职，还有马上发财，快了！拜托的朋友，不要再走马看花，要快马加鞭来买听劝啦！在这马年里，祝大家马来西亚。租 condo 的跟租 apartment 的露台方面呢，不要只是拿来晒衣服，拿来种菜啊，种稻米就最娘了。阿姑说吧，阿姑打不红。真的。我老西马。有如阔江野马，力气大到可抵千军万马。同学们念书做功课，不会再马马虎虎，成绩自然就一马当先。在这马年里，祝大家马来西亚。上出说出。Ready? OK! Camera! Action! 开饭啦！Coming, coming, young 妹妹。Coming, coming, young 岁岁。Pantun, puisi saja, semua pandai. Tapi duit tak ada.Kongsi kongsi kongsi ni ya. Eh, kau tu kongsi mat, ini tu pergi shopping, jeng. So you think this year Feng Shui good or no good? Terasa. This year, lots of water, good sign of prosperity. Sure, good one. Memang dah overflow dah sekarang ni. Wash away all the bad lucks. Huh, this year we all sure. Kuala. Cik cari dengan kong po ke? Masih tidur kot. Kan kena kacang dengan merempik. Yelah, kena tidur kat langit kot. Kesian. Kamu lai cari mafa sengka yan? Hey, Chinese New Year is coming. We should invite people for a big family dinner. 啱啊！你老虎系都搞大去，咁先够热闹啊嘛。Yes! 好新哦，什么热热闹闹？嗯二轮家是煞煞见见侠，就你们这几个啊！你们要搞这个 big dinner， 当然是要多一点这个 family members 的嘛。特别吼，天天反对这个 complain 那个，哎呦，海洋都不 like 啦，搞到整个 family 冷清清讲。什么？你啊，你要剪头发了？要下你下你死火，你得个 boom， 你就算是死火咯。不是讲去年五月五要打老虎，要改鸟巢换不到的咪？嗯。Sekarang bos sama promotion tak ada no friend， you no bro， every day kena school， 你更惨， no diamond ring， some more every day kena slip， 笑。所以说嘛，这个新年呢、啊，你们要热热闹闹的话呢，要人家 join 我们的 big family 的呢，就要我这个闪灯小车马啦！是呢 ，Of course， but first， 我们要先想好 very nice name for the dinner。Very true， we Malaysian everything 独立 ，everything number one。One Malaysia. Sure, my favorite. Kedai runcit satu Malaysia. Murah dan bersih sekali. Don't forget, one MDB. Ni kau kengah. Seibah kengit ke? Kau dah one ngan, seibah ngan. This year is a year of goat. So, the theme for our family dinner should be... One goat year, one great family. Ayah, 请食饭要将圣衣 ，Misty special 先嘅，一用家阵最 hot 嘅吉仔牌香米啊 ，Beras seperti emas，
So special, you have to swim one wide ocean. Ah, kita adakan lucky draw. First prize, Hawaii golfing. LA or New York shopping. London shopping. Or Dubai shopping. Island shopping. Fly by private jet. Shop. No money, eh? Oh, 我们这个satu family 是共和的嘛 但当我们这个satu Malaysia 都已经有3000万人哦 Tall, big, small, fat, slim, beautiful, handsome, quiet, shy, and cute And kepoji also got 你有什么人想你说就有了我闪电侠包你们要来这个 family dinner 的人是多到从神七山派到行山去哦 Dear Mr. Versi. Dear Mr. Love. Harmony. Love one Malaysia. 2月12日, 让我们大家一起喜气洋年, 一家齐! 好山珍海味, 好鱼翅皇后。 No five-star restaurant, no red carpet, no money, but got one great family. Nak tahu macam mana nak join? Just log on to Facebook, One Good Year, One Great Family. And tell us why you should be selected. And please, please do it before the 3rd of February. 2月3日之前，记得上 Facebook 同我哋讲，点解你要参加我哋 One Family 嘅办公？嗱，约实你噶，千祈唔好放飞机啊！快点啦，跑去那边啦，垃圾在那边，垃圾在那边，不要让垃圾跑掉，我们要抓垃圾啊！快点！ 吉哥啊，吉哥，我们的分开了，你不要怪我啊，希望你的新主人会对你很好啊。唉，谁叫养不起你？找都好送人啊，人家养鸡，你养鸡，哪里有人养到像养你人一样，整天对着他讲话，他吃饭，你吃加工，他没啥。 身为一个国会议员，很多人都在问我，接下来马来西亚的方向是怎么样 ？Selain dari jadi ahli parlimen, saya juga kerja orang curi duit rakyat. 其实我跟大家同感深受，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苦，马币贬值，贪污腐败的事件一宗比一宗还大。 Saya tunggu bila MCA dengan gerakan mau tolong saya kejar orang curi duit rakyat. Mereka tak berani. Dia tak ada berani punya. Sebab itu, saya mau tanya, Uncle, Auntie, kawan-kawan semua, mau tolong saya ke tidak kejar orang curi duit rakyat? Mau. Mau tak mau? Mau. Jika kita, seluruh Malaysia, rakyat, bersatu padu, 我们肯定能够改变这个现状，来制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Jadi saya ucapkan selamat tahun baru Cina, Gongsi Facai. Gongsi Facai. 现在我们有请安诺尔 Ibrahim 的女儿 Nurul Nuha 为我们讲几句话。好，您请点好吗？ Ah. Saya nak bagi salam dari ayah saya, saudara Anwar Ibrahim yang dari penjara Sungai Buloh. Dia di penjara kerana hendak membawa perubahan atas tuduhan palsu yang diberi oleh kerajaan BN dan UMNO. Tetapi masa kita untuk membawa perubahan adalah sekarang. Saya juga terasa saya nampak seorang ayah bercakap dengan anaknya.
membawa saya sayu kerana teringat kepada ayah. Tapi tak apa. Harap-harap tahun ini adalah tahun baru kita membawa perjuangan, membawa perubahan. Sesi ini gongsi-gongsi. Woman eating puhui fakci.鸡很珍贵的，交上今年是鸡年，我一定要把它给你。抓那鸡！不要再让鸡哥，慢慢来。嘿，在那边，抓那鸡！快点，那跑去那边了，那鸡在那边，那鸡在那边，不要让那鸡跑掉，我们要抓那鸡啊，快点！ 新年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学校。Sekolah Kebangsaan Satu Dunia， 全宇宙最强。这就是我们的班，One Name。 举报，举威水一下的哦。以前啊，我们的班学习环境好，又童心，又没有Kira。以前啊，现在环境差了喽。很多同学，有的都转班，有的把了进那了，有的天天重罚，都20年了，有的从小鸡嘛，现在说不定是专家了。 有的天天就只差一里路就到了，有的家里水债，连神都帮不了；有的天生劳碌命，挨到生病了；有的说改过自新，要卷土重来了；有的怕事，有的 confused， 有的感觉被人骗，有的 don't care。当然也有一群 never give up 的同学，他们相信。 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你们两个讲过了吗？Class， 安静安静！新年又到了，过了年你们要倒回来选班长啊，5年才一次哦，记得要用你的一票选一个真正能领导你们的好班长。 Class dismissed。起立，行礼。那这就是我们的班长，益智鸡，不就是我喽？起立。
还想去，还不是我？那个马迪还想回来做我们的班长，好哦，already graduate already， 他要当包灰嘛，给他当咯。你看啊，银买这一次已经10年了，染上要给到我10年啊。你看我们的 supporter， 一定输了。哎，意思还是要提名一下的。错了。 记得，你对我们班的贡献，我们全部是 feel 到的。耶，我们全班的 One and Baby 慈善活动，全班一起筹钱，几成功效。We may movie, we have party, we have fun, man. 哎，bro， 讲了又讲啊，那两块六有一点不够用了。不用怕，我们还有那个 GSD 呢。啊，搞什么 today？ 那个 GSD 够好，你看我们班上同学都在反应，就挤热烈一下。那，就是我们出名了。还有，隔壁那个美国班哦，那个董德达，对，他都叫几个你去投资啊。公干公，9年了，这个班长做过什么？管理事务，用人不当，处事不灵，亏空公款，公私不分。 哎呦，现在什么都贵，什么都涨价。我妈咪讲，油价再涨的话，叫我自己保重，走路来上学啊。我爸爸刚刚被他公司炒鱿鱼了。啊，是咯，叫你今年的红包肯定东哥水了咯。哎，你们这样担心有用咩？本期隔壁新的加班那班呐。是啦，你看人家的课是集美，班长集 steady， 想去就去咩？你看我们班现在的 calling。 人家会要你们吗？切！哎，提到1M班，整个学校当我们是笑话。我们连走路都头低低哎。这次一定要醒过来。这次换班长，一定要到。哎，你们换衣服啊？对呀，我觉得我们班很 OK 啊，为什么要换班长？哎，你 OK 吗？ 行，你要玩起罢了，不要多多等等。不就是咯？5年前捡要5吧，就要坐火箭陪蓝眼看月亮。月亮不见了，毛病出来了。一个变坏了的苹果一定要丢掉，不然问题会更加严重。那个马马蒂之前不是做了我们班长20几年的吗？ 那时不是跟益智基很 friend 的吗？ 不是他们，我们班也不会变成这样啦。我接受不到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妈妈的和我们不一定要很安全，但肯定有同一个目标。那一个会承认犯错的人，如果不给他机会，又怎么知道他不会不改呢？你这个小市民可以做班长哎。<笑>对咯。 有得你吃，有得你睡，还有讲glossy给你做，感恩啦。一个烂成这样子的，我们都可以吃9年，难道就不能给自己一个机会试新的吗？哎，我们对这班多多 complain， 但是又没有走，我们根本都没有地方可以走。走什么走？是好是坏，这里就是我们的班啦。要留在 1M 就不能给他倒。嗯，班长一定要换，就给5年，做不好。 可以再换，就5年，嗯，4年不可以的吗？就给5年，5年，我会到，我也会到，到，一定到，我一定到，到，到，会到，到，我一定会到，到，到，到。 到，所以这个新年我们要丰衣足食，我们要国泰民安。喂，谁啊？我们要青年1M，青年1M到，国泰民安到，丰衣足食到。哇，你难道我没到啊？嗯，到。 新年到，春天到，财神到，安康到，平安。
善道、爱情道、事业道、如意道、顺心道、状元道、财气道、智慧道、青春道、美丽道、有钱道。新一年有希望，选班长一定到，耶！今年大选一定到。